前，我们会在码头村联络点等你。我们先走，出发。被穷人做了太多的好事，哪个穷人不用哭啊？哭我没遭殃了。
也受过非无无无如无
请受饥寒相随，今主败回国，一哭西西革面，身边不飞你一旦两官，请求政府受你一起人罪孽，回国人你一边恨，敢报人主要恩财，民国15年四月你刚才可是答应过娘的，安了寿婴，安了就没事了。大叔公想的真是周到，寿婴我会爱上。好啊，好，好，大叔公，你看金针可是明事理的。主公，您在场，做个
见证，手艺我先爱上。吃的小米给他做了番薯饭，还借了两个鸡蛋给他做了荷包。
平等，妇女也和男子一样。当时您说我们女人都再不当童养媳，那该多好呀！难道这些您都忘了吗？这you
快亮了，你赶快去县城看看那个贵客。贵客到没有？是。快到古邑了，这天还亮得这么晚，好黑呀！这是哪？三日雨，哼，这一路腿都要淋断。是什么人抓我干什么？有好事，先给你道喜了。传人，你们看出来没有？这个人好面熟，好像是。像是你的唱山歌闹奸夫的李坚贞。叔叔，错不了，还真是农会的刘伟人，他可是好人。啊，什么？这是哪？他们是谁？胡谷子。胡老头，送你的菜，你们管这么多闲事干嘛？去去去，滚到北边去等矿。今天这不是把你请来了吗？哦，来来来，咱们到了山上再说，请上船。
请停。
要真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办？娘怎么办？家里人怎么办呐？朋友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我已经是农会委员了，我要做我应该做的事。天哪，你还要做什么事啊？我真不明白，你不走还要干什么呀？我要看看这个贵客到底是谁。好，八大鸳鸯打不散，你是我媳妇儿，没什么好商量的，你不走我也不走了。求你了，放了我儿子，放了我媳妇，
这可是新大洋啊。这这里可是两个人呐，今天四哥不在，我可出不了主。那就先让我见见我儿媳。哎呦，这么大年纪跑上山已经怪可怜的啊！这点钱得够你们见个面了。把门打开。
雷烟遮住乱野星游，夜轻忽悠一年久。Thank you.
茫茫，我只有继续往前走，只有这样，阿妈的血才不白流，同乡的血才不白流，我死去同乡的血才不白流。只当你不死心，这牛脾气又上来了。姐，虽然我不能跟着你去闹革命，可我觉得你现在说的话才是对的。老天哪，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！Yeah.
专员呐，秦大，秦大。
第一委员，请理解，朕不要亲党，我也将参。咱们各是其主，又都想恪尽职守，这计较起来就难免发生一些克扣碰撞。说的真轻巧，你们滥杀无辜，把那些阿爸阿叔都处死在坝子上，还不让收尸，也是克扣碰撞。哦，我言轻啊，言轻啊。所言，这就是阶级斗争啊！森林，害死了你阿爸，你就不怕再一次害死你的老娘和家人吗？听到这儿，我总算明白了，简直不是你对不起我们，是他，你这畜生，害死他们！疯了吧！啊，这可真不管用！嘿。
你们别顶他，别顶我娘的，他有一个秘密，我揭发，我揭发。很好，年轻人，你说吧，我们亏待不了你。大勇，你要说什么？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员。我发誓，他还没当上共产党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人家还没打算要他呢。他等等啊！你说什么？他不是共产党员，不是，绝对不是。人家怎么会把秘密告诉他？他什么都不知道啊，长官！他说的没错，我不是共产党员，我不是共产党员。你，哦，李委员，怎么说你回心转意呢？好，我们可以慢慢谈，只要你脱离了你的组织，咱们就能一起为政府服务吧。不是共产党员，我只是深深地感到遗憾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共产党都被杀得成鸟兽散了，你不是共产党，居然还感到遗憾。
胆枪就泡汤了，我求你能不能和你这样的人合作，我都觉得掉下就知道钱。嘿，你看看人家，真是江山万丈十一英雄，都说共产党里有人才，我算见识了，兄弟佩服佩服。不对，对呀，许少元，我给你抓来一个好货。哼，钱，政府给你的钱和枪，算是没打省票，值了。感谢政府。那他，今天我要拿你天真尽起，我要警示那些对他不动不动的某些人，跟共产党走就是死路一条。我们只有投向政府，投向国家，才是阳光大道，他的血缘只能为你们的这一举尽起。Thank you.
请看看这个吧。这是当卖到朱家时仅有的一件随身之物。
由会朱翠玉雅同志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。坚贞同志，谢谢同志们。自从彭盼同志引导我走向革命的道路，我的每一步都是组织领着走过来的。坚贞同志，朱大牛通过多方渠道传话给我们，希望你能留在家里。考虑到朱大牛的父亲在这次清党中死于非难，所以是入党继续工作，还是跟大牛回家，由你选择。我刚刚和大牛商量好了，他同意我跟党走。好极了，谢谢黄妈妈，谢谢焦土窝乡亲们，这片大山为我们党送来了一个优秀儿女。